来，我发现这里有只东西，这到底是什么物件？寄居蟹啦！哦，寄居蟹，小安你讲有只物件，给我看到。哦，那虾子对了，寄居蟹啦，它没有那个壳啦。对啊，寄居蟹啦。寄居蟹无壳啦，不管小人公这里有一只东西，较轻嘞，较轻的啦，对呀啦，白痴。对啦，寄居蟹啦，真好耍嘞，会好耍，有这种小龙虾诶。阿姨，伊就是无壳，它就是没有壳啦。应该是寄居蟹，哎，妈咪呢？寄居蟹看无呢？因为我就看内底哪有物件，走出来，走出来，紧嘞！干虾啊？不晓得是不是虾啊？这只到底是什么骚？你这个坑都死了，嘛无啥像寄居蟹，啊嘛无啥像螃蟹，这只到底是什么？它到底啥时候呢？对吧？伊比你家，无？它躲在这个洞穴嘛。哦，伊就不会去甲抓咧，伊甲抓起来啦。但是嘛，唔知道，因为你有寄居蟹，它那个外壳太小，它就没有办法去那个嘛，无法度生长嘛。伊都要走过啊，长长那遐啊。不晓得这只是什么骚啊？只要生伊的基础呢？那像个巧，尿尿尿尿，哎，起起来，哎，真巧呢！物件阁会出来担呢？这到底是什么骚？这只到底是啥事啊？啊，你若正统的寄居蟹是生做安尼啦？我是在猜，它应该是没有壳的寄居蟹。嘛，毋知生啥物小鱼啊？哦，佫水关的呢？啊，拢想要翕我，我翕呢？这只到底是啥物骚？你话头前搁一支伫遐丢酸，出来出来啦，翕较清嘞。这只毋知到底啥物，看伊身，看到伊身体啊。伊要关，伊无好看嘞。关上爱别人的门，这是要多久诶？我这什么精，真巧呢。关完全拄好呢，这是嘛塑料口诶？哦，它就是这样子嘛。啊，整个比例它在这边，好省哦。